感谢大家今晚上可以来到这里，跟我们共同度过一个还算挺愉快的夜晚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戏，当然了，这个戏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不过我觉得，如果你们明天再来的话，应该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。另外，也感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现代人剧社。那么在后面呢，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戏在这里跟星光剧场演出。万圣节的游戏、致命的谋杀等等等等。那么如果你们在场的观众喜欢悬疑剧，可以凭今天的票根得到后面的演出的折扣，谢谢大家。另外祝大家做一个好梦。